嗨，大家好。今天我来发一个视频。这几天，昨天我和前天，我们都进行了日常科目三训练。我们也就是说是基础课的训练。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你。然后后来我们也比较兴奋吧，但是第一次是基础训练是科目三基础训练是在那个模拟机上，第二天呢，然后是在这个考试外的一个路况，也是非常比较空旷，就是让我们熟悉一下车子基本的这个操作以及路上的这个基本的操作。别的没有什么感觉，总体没有什么，但是就是细小的东西还有细节太多太多了。我主要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主要就是说，车子就是它前进的时候，一个是码速，不能超过2000转。然后就是因为二档嘛，然后我自己就是比较顾忌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路况，还有一个急刹、急停，因为急刹急停不是说操作的原因，就是有的路况需要你急刹急停。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就是。遗忘的东西，容易忘记的东西，比如说看后视镜，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要求自己去看后视镜，看后视镜，无论是左转弯还是右转弯，还是掉头，还是变道、超车，都要看后视镜，后视镜，后视镜。因为考试的时候，左右头摆，还有一个左右看后视镜，这是还有踩刹，就是说多做无害。而我看后视镜是太少了，总是忘记，总是忘记。然后这很危险，危险不是说那个，这很危险，因为万一别的车道或者逆向而行的车，或者是跟车的一下子撞，来车，你反应不过来。还有一些操作呢，就是油门控制的，就是稍许欠缺，因为。我以为教练的车跟他们那些车不一样，但是在油门上还是一样的。他那个就是好轻好薄，只要一点就他就控就比较控制不好。我这样我还需要就是在那个眼，我还要盯着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码速表。还要看着，所以很耽误自己，因为毕竟双眼两眼都要看视前方嘛。虽然只能是用余光来看一下，但是对有些操作，如果是在某些路段，我讲的都是实话，你容易反应不过来。然后做了加减档、直线行驶、靠边停车、掉头。练了这5项，怎么说呢？就是容易忘记看后视镜，然后油门控制的，总是超过2000转，因为它那个我以为很油门踏板会做的很比较重，就是那样的话我们好控制，但是它做的很轻，我一掸就那个了，就控制不好。说还有个疑问就是我们出发起步之前我们挂二档是不是50米？之类，还有就是说，我们车回正挂二档可不可以？因为这样，刚进入变道的时候挂二档，我觉得对我们新手来说，真的，操作起来很不是那么熟练，就是很容易犯错。大家都是几个人啊？VIP 一个，然后还有四个吧，带我。总体来说，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一波的我就认识2个，
然后其他的无所谓了，反正他 VIP 应该是一人一车吧，下一次就肯定会安排其他人，这个就不管了。然后现在我只要真的是来驾校就是拿证的，我现在都不想说一些真的实话，因为我觉得这个屌东西他妈的比科目三细节是多，老子容易忘，所以说考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好，做好补考的准备，真的100%容易忘，因为一忘你影响到下一环节的操作，然后就乱，然后容易扣分，所以说很。没办法，只有强行记多少是多少。我记多少是多少，我还是忘了看后视镜，总是忘看后视镜。然后其他情况就没有什么，反正那天训练的也比较快，时间也比较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操作起来跟在驾校练科目二那些基础的东西都有了这些基础吧，对吧？只能说新手，我们新手都还没毕业，上车上路的时候是在操作过程中，脑部的转换、动作的转换很慢。那作为我来说，他们年轻应该是很好操作的。然后基本上就等待，然后教练把下一次的这个。实地这个考试路线、路训和一路线图和路训，就是发给我们，就叫我们等通知。然后我是预计他们科目二，我上次问了个早晨，我上次早晨问了个女孩，他们说是科目二是这个礼拜几啊？礼拜三、礼拜五考试，因为他。考试每个星期是一三五嘛，那这样礼拜五考试，那就是21号，21号考试。如果22号训练的话，我估计他也不会训练的，因为驾校星期六、星期天他们会工作人员都休息，所以说他肯定是从25、25、26、27、28。然后4天3加1，就是3天训练加1场模拟，然后大概是28、29号考试，正好是摊上星期五，也就这样。但是我认为是这样，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反正驾校是一三五考试，练个逼车，他妈的都把我练瘦了。老子真不情愿，这你妈了个逼！也怪我自己，为什么？因为老子，妈了个臭逼！老子休息了3个月，因为快过年的那段时间不是疫情嘛，休息了3个月，老子不应该休息的，就跟着后头念。我也不知道，其实不是说驾校不好地方和好地方，这要知道等这么长时间，老子就在九职家园念了，对吧？九职家园，我那天练的第三天的时候，那个教练还说继续练，趁热打铁。他们不需要等那么长时间，我性子急啊，我是说我性子急。然后到这边来练，就还好，因为场子大，看得气势磅礴，操纵感、空间自由，所以说这是我。主要是距离近，离家就5分钟，然后场地又大，练的又舒服，就这样，考的也还可以。然后就科目三就等了一点，啊，想想现在哎，等这么长，等1个月也合理，也无所谓的。那现在真无所谓了，现在心里反而觉得紧张，然后忐忑，然后就是。真的实实在在的想到记不住那些东西，就是容易忘，而且我特别容易忘很多的东西。
而且一望脚下就乱，所以说忘看后视镜，忘看后视镜是非常危险只有不断的加强嘛，然后看看训练的这个结果嘛，对的，你不出问题不好，对吧？出一些训练中出一些小的问题暴露出来是没关系的，但是如果你要是长期引子不出问题。就等于是不是没有问题，只是问题没有暴露出来。这要到考试的时候，这是一个概率问题，会很大。所以讲，好不如训练的时候多出一些问题或者暴露出问题，这样时候考试的时候状态会立马会跟上来。好了，人不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吗？在这种，为什么比较相信350勒的那个赌博精神呢？是有道理的，人就是要搏。好的，你不搏，就是要有赌的精神，没赌的精神是不行的。有多少是靠智商的？任何物质都是运动的，你在转瞬即逝能想到那么久，你除非是机器人。所以说我也想一把过，一把过，好的呀，是一把过就太舒服了，但是现在还不能讲那么太早。因为我这个东西，科目二和科目三不一样。科目二我也是非常紧张，我也是非常担心，但是考的时候不一样。但是现在练的时候，就练的时候还可以，考的时候我也比较紧张，但是还好。但是科目三就给我感觉就不一样了，就起码从这个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就比较路况比较复杂。因为你考，你觉得你操作好。我个乖，老师那个项目做的溜了一批，其实不然，你还有其他路况嘞。要假如来个电动车，要假如来个车子，要假如来个需要你急停，需要你，比如让你在那个红灯，你刚到红灯，突然转绿灯了，你怎么办？然后突然又来个行人了，怀疑这很多的，这不可控的，这个东西没哪跟你打招呼哦，我带你设置一个，呵呵，我带你把这个屏蔽了，这又不是支持。做不了，所以讲这些东西影响操作，真的，所以我就担心这个。反正我做好补考的准备，反正补考也不愁，对吧？反正我不需要用命的买单的，老年人需要用命的买单嘛，还是的，也不需要用实力，只是你嘛，在这个岁数，不，在这个不应该的岁数学不应该的东西，你嘛，我应该早学的。现在学不怎么掉龙了，好的吧？只什么掉龙是都不怎么掉龙了。而且我还心理因素还不怎么太好，老是还非常紧张，真是控制不控制的话，就倒了的，就崩了的，就心态垮了的。到时候就我不讲库马嘛，库马其实我不是一把过的，其实我库马是车身锁芯，然后这把他不是当场补考一次嘛？然后我才过的，这一把就等于是，一看到一听到车身锁芯不合格，哦吼，心就瓦的了，就整个人啊，心里嘣砰的了，就掉下来了，提不起来精神，然后了硬是撑的，然后再考过去的，好吧？所以科目三都是全场登的，而且虽然没有多车，但是路况还有你操作太多了，16个项目，我问你啥情？雨里不包雨，像学校。还有一些一些东西，你都要谨慎，还是的，特别是什么左拐弯、右拐弯，还有并道、超车，像这是路上需要动力的东西，你正要看，还有加引导，看到吗？特别是红灯，你红灯铁匠，我那是在路口，我接一个朋友车子，我就停在路口高头了，老是给他搞糊涂了，我到的时候红灯。我准备停了，掉到了，他一下就老是反应不过来，就像车，就像面反应不过来，就像乱的了，一下熄火了，你妈，你让他反应，所以讲科目三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真不简单。他是我学的什么8月份、9月份他的定制，他的指示按教育大纲来。我认为在串习这些规则的时候，我觉得只是从他的个人觉得这个比较简单，或者是从什么。宏观的，就是我们大，就是
不是局部的，合同啊，就是宏观的来看，这个比较是紧贴的，但是它的分数定在90分，其实就是一个坑，其实这个东西需要你自制。当然了，我预测着，或者是我 VIP 老听你，老你好了再给考验，那我那一批，反正路线解决了，那我那一批，但我们是普通班，就是博，像那个大志讲的，就挑战自己，但是也没办法，他有普通班，不是没普，就像所有的全国那么多驾校，全国那么多 VIP 班有普通班，难道普通班就没有普通的女生考过吗？他也有哎，好，你不能否认这一点啊，所以讲存在普通班，知道吧？然后就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科目三的项目当中，VIP 就体现出来的优越性，好了吗？对，绝对是心态不好的，或者是强行，就是强行自制的，而且是工作时间啊忙，他们能就是像稳定考过去。但疫情关系，对于上班来讲，我们是停到了工作，然后再来，所以想到收入方面、钱方面，我们肯定要控制控制，不可能是像啊大大咧咧的，我甩疫情关系，那干嘛嘞哈？没事干，不头脑不好嘛？他说的，人的你人摆个那就是摆设，不需要努力的，也不需要用心的。那你人一辈子获得你得到的东西都是你妈靠勤劳，还是那看待世界是这样子的，这是跟你讲是宏观的，但是你自己要努力啊，有些东西努力不就不需要教育行为去了，对吧？所以讲人就是这样的，如果我认得你，我们都是一个，比如一个地方的，还是我肯定尽量让你省钱，或者是哈通过，我不能叫哦你来帮我再教育行为那方面去。啊，这就像说人之意，现在都说坑说人，好懂吧？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讲，怎么讲呢？云之有弊。但科目三 VIP 念的时候，要在 VIP 班，那肯定的特色是个，就是稳，就稳度了，稳度了，好懂吧？就是稳，他拿钱买稳。但是呢，你不能讲就 VIP 班那个，你普通班就不存在好。全国那么多驾校，那么多人考，那。女的都加 VIP，男的都在普通班，那不存在吧？那么普通班女的年轻的或者是老的多了一批嘞，考过去，好的，这个就不能了，这属于讲因人而异吧。但是我现在报 VIP，我是不可能的了，我只有壁上两山，勇往直前，所向披靡，就一直向前了，那没回头路了，好的，这就叫做概率的问题，还有一个赌博的精神，因为赌的性质。你这个人是没位分的，好的吗？替你搞的是没完事，小头小脑的没完事。啊，早上那天早上，我就是问了一个，就站在那个边上站着，就看到他们那个空门，他们应该就那个局的。你如果在干嘛，在勾引那局的啊？我想到没你了，我又不是，我既不是同性恋，也不是来驾校来钓小姑娘的，要自知之明。好了，你要做个兼职看看，是你现在是什么一个定位？好了，我现在是有目标的，来到驾校就要拿证，拿不到证，回头回去想想，再拿证，再你，只有像这样的，好了，你不能这样不给我讲话，不给我站着，所以讲于是东于是气头脑子的事情，就不要往人家身上想，好了，所以讲怎么讲呢？现在就是讲。基本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教练也非常关键了，他怎么讲，我们证要怎么读了，因为这个是路况，好懂吗？也别必须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但是呢，听好是要听的，好懂吗？听好是要听的，他怎么来就怎么做，好懂吗？所以讲现在这个地方考试啊，比以前真的是紧张而且又难，不是讲看上去简单是简单，要做吧，要考吧，你考试。一是视觉你要组织吧，还有是反应，还有是操作，好多嘞。你讲的这么清楚，所以人家讲这是大纲，大纲用理论上，我认为这样的就是科目二简单。其实科目二考出来，我觉得简单。但科目三还念到今天，也念了哈子，上路也念了，起码走了两趟路吧。就刚刚才念五个项目，我就觉得忘了。到后视镜就往看，更多一些，那样子的。所以讲，有时调动时呢，你他妈不是你，不是人家想象的，你像因为空巴市场是在封闭的这个训练场，好当你好掌握，好当啊，有什么难的？
预测下一次你需要是肯定是在，因为教练的话是训练图，就是考试路线，就是和在考试路线上的训练图，也就在同一个地方，已经发给我们了。所以讲，我大概预测也就像前面所讲的，也就是2.26、2.27、2.283+1吧，肯定要蒙着，不蒙着是不行的。5个点容中网。不蒙是不行，还有一个灯光，如我理解啊，科目三，一个是灯光，一个是上车前的操作，啊，还有一个上车后的操作，然后还有一个灯光，然后还有一个路考16个项目，然后再加下车，就是下车前的动作和下车后的动作。我们抛出下车后和上车前，我们就抛就这两个，那总体这4个是这。4部分组成的，就是这部分组成。我们直接先把它定个位，这部分组成，这就是上车和路考，就是路上项目加上一个下车，还有一个灯光，4个项目，4个部分，好吧，就是4个部分组成。所以要清楚这些。所以讲，这个不是讲你妈喊你去打仗，你妈搞得这么认真，但是没办法，有的人你妈年轻，他不在乎，他轻轻飘飘的就过去了。但我们必须要认真啊！等到你40岁的时候，你身体还有你的资历，还有你的体力，你像我跟20岁一样的，那宇宙根本就不存在时间和空间，它也没毁灭的一天，对吧？陨石也不会撞击任何星球，火山也不会再爆发。你一样的嘛，你100年也是这样，1000年也是这样。宇宙是绝对一点，相对年龄上绝对一点，但你对于宇宙是相对一点，你能这样讲？哇，还真有人这样讲，我不相信。也许想在容颜上你保持的比较年轻，只能讲你相对，没绝对。所以讲这些人，我一般家我这里一般学习者年轻人，我不跟二老说。我微信什么都不加，我不会加，家里没用呀，知道吗？加根本没用。于是现在好多人都通过网络。这背后怎么煽风点火的？好的，破坏人家名誉，其实这些人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我平常跟你一样的，我搞这是干嘛？好的啦，所以讲没得聊的，啊，来就是拿证，就这样子的，好的，不要好像我看你脸色，你看我脸色，或者我跟这个关系过，我跟了没用的呀，好的嘛。你要讲出去的话，科目三最多就2个月，所以讲。你要是想处人际关系，想打好什么，你还不如私下的，对吧？所以讲，这没用的，没用的。我的这个微信高头，就是除了教你，没其他的。电源我都是一个都没得，学员一个都没得，就这样。然后，之后心里还是比较激烈，但激也不行，激也不行。主要想跑一趟僵尸。我想买车子走下这国道，啊，跑趟江西，过条银回来，我条驾训费能过回来吧？好像黑吧？哇塞！然后没什么，反正我完成我的目标。但是在驾训这时候，我学车的这个认真态度啊，那是我自己是比较是敬业的，我认为我比较敬业的，而且就是。不喝喝聊跟人家聊天啊，好的，喝聊动车就是动家长试驾短的，那还要勾心斗角，我不搞，我不搞，除非你他妈不是神经病，你上来就打人骂家骂打人骂人，好的啊，那我就直接报警，我就把你抓你，有哎，这种人有，哼，好的，你要认为我是胡搞的，那你就错了，我不是喝聊搞的，我就是来拿驾照的，你要喝搞到这样搞的，拿了驾照。走路过过，知道？人家正常人都会这样讲的，没不要看荧光，也不要看，因为怎样怎样，就专心，就把自己投入到这个训练当中，教你怎么讲，你怎么做，好的。人家不要考虑到哪跟哪关系好，哪个跟哪关系好，好像那个就很正常的，好吧？现在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人都想拿钱，拿回来跑过来玩。我都想哭了，还跑过来玩，你妈哭笑不得。
豆角都比较焦，晓得伐？所以讲，就昆布菜呢，你把昆布菜一烤，是不是？搿把东西，或者，其实我们讲，现在我们血液只是打个秘书哦。我现在都，我根本都不晓得他们名字都不晓得，我只是晓得几个男生的名字，就两个男生的名字，其他我一个名字都不晓得。真的，就而且是同样去考试的，我都不晓得。像那个大姐，我也不晓得叫名字。那个许红我晓得啊，他其实是特别顺利，因为他跟我们在一起呢。然后还有个左海宝，就是靓仔啊，他两个蛮好玩的啊，我知道，就这两个没了，所以我不跟他聊天，不跟他动起视频，动起或者是动起或者视频聊的，我不跟他搞，我就是专心致志的跟进去啊，我管你在背后怎么讲，我就讲这个人什么笨啊也好，什么闹也好，好的，我也不考虑的，好的，就是这样的，我脸就是这样的，我是说，就像男的也有说邓家伟姓，释家伟姓，邓辽串着释辽串，但也不能讲一句话不讲，那不闹着吗？好的，就尽量的，哎，尽量的沟通，基本上是在虚假说我们遇到的问题，所以讲我鼓励血缘直接啊，应该互相就是讲帮忙看着，这是在苦儿训练场的一个最宏观的一个良性循环。但是有很多血缘，这样我批评他几句这个弟弟，你不能讲，因为大家都在一场学，你不讲，人家下次看到也不讲。你自己也不要的，你在催着人家看不懂啊，所以让大家要彼此要照顾。具体其实我基本上没什么，现在就是静等扩散训练，正规训练。没什么准备的，反正老早你妈拎个貂皮夹克，你妈我不了蛮胖的，妈到现在瘦的一批。我说你妈啊！哇，老是到这边来，之后搿条东西特别贵，妈那个条超市榴莲2月15号的，还居然还摆那个了，把老子吓拉肚子！我日你妈，老子搞得没条办法，老子你妈真菌死，怕人一批。其实现在没有城市人和乡里人概念，好懂了。你要是住的比较偏，你直接在那边买一套房子，你不也城市人了吗？所以讲，有些人。病症了就坏了的，好的了。现在不就为了这个嘛？好的，男女在现实上我们不讲在家说，你进入社会就是玩钱，好的，就是这个。你有什么？我刚才我讲是，不是讲有城府没城府？这个社会就是透明的，没什么在隐藏的了。你看男玩女就玩男，哪个没的，个个都有，好的。所以就是这个套着来的，你套人家也不是捞着，你妈你一搞就晓得了，还是的。这就是心上，好懂了，正从心上，日次是该日的人，教次是该教的人，好了，对自己有好处。你外面讲，对的是人啊，对的是自己的，好了，有几个条心思包，就是你妈在网上乱发条，生活中在家里发的嘛，别人家在家打电话都没条事，我说你妈，对吧？我遇到过的，所以讲，老有包裹经验，所以讲我们这边小偷特别多。所以讲，正儿八经的，该赚钱就一门心思给赚钱，不要搞的是管上学什么这个，连都不是富豪，好懂吗？对面是普通人，我们还是你妈，还是的，做工作坊嘞，那是的，干条件不行，好懂吗？学的话，我们像我们这么大，我们还单身呢，单身年我们几个吃饭的都单身呢，都条件不好啊。啊，就敞明的，就没什么隐藏的。但是，话要回来，我实际上我不可能跟你讲那种事的，对吧？我好跟你讲，我来拎起，我好跟你讲。但是大概的知道还是选择，哎，必须选择吗？这不选择吗？我讲，所以讲，我现在就是平心静气的去应对科目三。还有一个就是这边就是叫你，就跟他对接。这个调动是讲规矩，他怎么讲，我就怎么的。啊，我不懂你就问，这是我叫醒你，好像你没办法。好的，你再烦，你要忍耐，就这一下子了，指定了，好的呀。所以讲，没什么。所以讲，血缘归血缘，教练归教练，校长归校长，有能力一定往上爬。像我们都是往上爬，我还跟人家搞，还人家搞搞私下头生活里头，你妈还搞这些吊东西啊？还我看网上搞，还头盔还跟人家搞这些，
任何人的正能量永远放在自己心，这是给自己的正能量。好的，如果你影响到别人，别人能看出来学到，你得之于日，那好；如果学不到，那对不起，那就因人而异，好的吧？所以讲，正儿八经的，去走自己的人生路上，别跟那是条死道摇身的人。哎，这个搞个条招聘，看看嘛，看屁看屌，就看这条是没屌用，让我电脑高头也远也看，人之常情，看着不就算了吗？没用的，好懂啊？又是这个大，又是那个小，所以讲训练就会训练，好懂啊？再讲你，你光了屁股都没事，他偷窥为什么偷窥呢？为什么偷窥？没用嘛，还是的。女的像你像我，你像我这么大了，我讲心里话，我在家里都跟我妈开玩笑，有时候抱抱亲亲，还是的，就是比较做到愉快的事哦，还是的，这没什么，你给哪看呢？还是的，所以讲这是条情况都是老遇到的，好吧？所以我根本都把他放在心里，有的人怪觉得看不起，有个这么大人的这样，全你妈逼，你只是想法哈，跟我没关系，我就要保持我自己，我没干错过的事。懂吗？我们要拿车子撞死人，好懂吗？所以讲，拎车子还是要平心静气的。还有一个就是认不得的人，千万是不要露宿，不要认为自己相信了别人。怪，现在社会就是一个跟进，什么叫跟进？就是很容易就靠近，不是彼此之间没有尊重，尊重是什么？是一个思考的空间。我不认得你，你跟我讲这个人，我就要想想他不认得你，你怎么跟我讲呢？哎，我就要考虑了。还是的，他都不认得你，你好跟我讲什么呢？我一句话就谈到了。你要是讲那个，你就跟他，你当面跟他讲。好的，你要找他，你就当面跟他讲。他都不认你，你在背后点啊解说这个，你不是糊涂蛋的屌丝吗？你不唠什么？好的吗？遇到过的，好的，好多，这就是属于现实中的诈骗，还有一定要组织诈骗、偷吃扒拉黑，全是这些。这是我们题外话，但是现在呢，就是要学下去，就是努力把它考过去。我自己的短处也暴露出来了，我这长处基本上没有，我都做好补考的准备了，所以要放平心态啊，我什么事都不存在的，都是徘徊的啊。但是现在就一个点，就跟着教练，哎，只要他怎么讲，我们怎么就怎么念。现在就不能把它放的，因为这个调动是就要。跟紧你，因为你不跟紧你，你不讲，我们会出错的，好吧？不是讲我们管你，不是讲你希望再看到什么路上有些精彩的东西，不是这样讲，啊，这是规矩的。好，今天视频就拜啊。